我们镜头转到国外，带您关心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日前办理的三好儿童夏令营，为期有六天，吸引了近20位3到12岁的孩子走进佛教殿堂。头顶书本，慢慢往前走，一步一脚印，训练专注力。用阿弥陀佛取代芝麻开门，进到农场种下菜苗，体会农夫辛劳。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为期6天三好儿童夏令营，以五爱施工为主题，带领将近20位3岁到12岁小朋友认识星云大师一生弘法事迹，还有人间佛教三好四给。带球上篮，孩子们也来到户外挥洒汗水，感受大师体育弘法精神。玩累了，就用美味素食料理祭祭五脏庙，让吃东西同时也能做环保。舞动自制狮头，活泼进场。结营典礼上，孩子们大秀学习成果。主持永固法师也亲自来和小朋友们接心。为期6天营队，丰富精彩课程，寓教于乐，让不少孩子直呼明年还要再来。林瑞是加拿大渥太华综合报道。